这是双方第五场的比赛啊，男子双打的对阵。湖北队呢派出的是李瑞和张宁一，八一队呢是派出了罗成和何汉斌。大比分呢，现在八一队呢3-1领先，其实呢已经是获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啊，就是这个轮次的比赛的胜利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羽毛球超级联赛呢，它是采用主客场双循环的赛制，所以呢，很有可能啊，最后呢要算到积分，算到积分，当两个队伍的这个积分相同的时候呢，就要看谁战胜了谁。如果主客场的成绩再相同的话，还要比较小分，所以呢，可能这个比赛呢是第五场，尽管分出胜负了，可能也是要打啊，因为牵扯到可能最后一个小分的争夺和计算。但其实这场比赛呢，跟这个轮次啊，这个胜负呢已经是无关紧要了啊。八一队先拿到三场的胜利，已经是击败了湖北队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在我右边，湖北三牛村李瑞、张宁一；在我左边，八一东林集团。罗成、罗汉斌，八一东林集团，罗汉斌发球，李瑞接发球，比赛开始，0-0。比赛开始啊，何汉斌发球啊，李瑞呢接发球。张宁一发球，何汉斌杀，罗成发球，1-2。防的不错，转入进攻，再放网，对方挑起来，何汉斌，罗成抢搓，再杀。攻投转换，啊，张宁一啊，最后是一个改变节奏的一个吊球啊，出现失误。杀球也是挺耗费体力的啊。3-2。现在来看呢，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啊，就是八一队的第三拍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啊。罗成。这球有点抢了，洛城啊。换发球，3-3。4-3。连续的洛城出现失误啊。
杀，跳起来的重杀啊！发球5-5。这球李睿接杀的时候呢，顶后场出界，5-5。张宁一啊，这球出拍有点犹豫啊，觉得这个球可能有出界的嫌疑，反拍想掉一个直线，出现失误。啊，这球可惜了。6-6。这何汉斌的半场的一个平抽。下网6-6，双方第一局的比赛。罗成在往前的封网。这球张宁一给的不好，给到对方手里了啊。何汉斌发球，发发球7-8。好球啊！发发球9-7。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啊，我们看到就是应该说八一队还是有一些优势。啊，这球，这罗成啊，就是今天显得很兴奋啊。当然有时候就过于兴奋的话呢，就是会出现一些失误。他今天打出了不少好球啊。因为你过于兴奋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就显得控制力不足啊。换发球，局点10-8。10-8，八一队呢在第一局呢拿到了局点，何汉斌发球。罗成杀，再杀，八一队转入反湖北队转入反击。张宁一，好球，啊，后场杀了一个追身啊！发发球9-10。罗成杀，何焕斌，八一队轮转，哇，这个多拍啊！11-9，这样何汉斌和罗成呢是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。
罗成防的不错，巴西队转入反击，假动作的一个放网，罗成杀，再杀，连续四拍，哎，这球，何焕斌可能刚才在前场呢，这个做动作啊，晃了罗成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啊。这是刚才张宁一的一个背身的一个击球啊，换发球1-1。罗成今天在场上非常积极啊。2-1。李瑞。出界了，这球何焕斌反拍啊，挑后场，这球出界，2-2。嗯，好球，跃起劈杀。这球也是，就刚好节奏上对上了。你再看，就是，接发球的一个假动作。张宁一啊，这球也是处理的非常漂亮。这个线路呢，也是就是匪夷所思啊。罗成吊挡吊，何焕斌杀，还有。跳下来，后场，胯下，这球啊，湖北队有点大意了啊，以为刚才那个杀球能拿分呢啊，这球。这抓头顶刚好抓个正着，李瑞这一拍下来以后，以为自己可以下分呢，就没想到还是被对方防过来了。准备不足啊！何焕斌杀两个人结合部，哎，两个人抢到一块了啊！换发球，这球比四，这球应该。哎，感觉反正好像应该给罗成打。5-4。顶后场，啊！6-4，6-4，现在湖北队领先啊！张宁一和李瑞现在是在第二局呢，6-4领先2分。
第一局呢是八一队的何汉斌和罗成呢先胜啊，11-9。那这是双方的第五场的比赛啊，前四场呢八一队是3-1啊，已经拿下了这一轮次的胜利。后发球5-6。软压再杀6-6。6-6啊，何汉斌做一个手势给罗成，这个应该是告诉同伴发球的这个位置，5号区。7-6。这个球发的不是很好啊，7-7。对方张宁一刚好接发球呢，推扑了一下，你看。罗成杀一拍，何汉斌放网，罗成跃起再杀，这劈杀下网了。8-7。这一分很有戏剧性啊，8-8。但是双方运动员我们看到反应都很快，这球这刚好是防了一个滚网啊，结果让张宁也有点措手不及。继续比赛，罗成发球，哇！张宁一这个接发球很漂亮啊！后发球9-8，湖北队。他这个接发呢，就假动作，我们看到啊，假动作很逼真，同时呢，就感觉他这个球在球拍上好像能够停留一段时间一样啊，他靠着自己手腕和拍面的这个控制。继续比赛。出界，这球何汉斌判断的还是很准的。10-8。哦，界内哦，界内啊、哦。这球何汉斌判断失误了，这样的话，湖北队呢，李瑞和张宁一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。11-9，这样的话，湖北队的张宁一和李瑞呢，相同的比分啊，拿下了第二局，双方呢在前两局战成1-1。谢谢。
决胜局啊。决胜局比赛开始，0-0。李瑞发球。后场岳奇啊，大力的杀。2-0。这球罗成一个人包办了，哈哈，他在网前那个反应还真是很快啊！啊，谢谢。1-2。这球也是何汉斌啊抓住了这个机会啊，对方这个球软，所以何汉斌上来以后呢直接推扑。挑起来以后呢，对方杀了两个人的中路啊，杀了一个结合部，两个人打在了一块儿。这球丝线判好球啊！4-2。八一队对这个判罚显得不满意啊。软压。杀，放网，何汉斌掉，换发球，3-4。接发球啊，这个接发球的质量还是很好的。5-3。主裁提示啊，这个是张宁一接发，何汉斌发球。换发球。
球还是发的有点高，6-4，所以被张宁一直接推扑。继续比赛。7-4。现在湖北队呢，逐渐的把比分拉开了啊，8-4。嗯哼，张宁一这个球要求的太高了啊。8-8。刚好可能也是对上了对方接发球这个节奏啊，就何焕斌要出手的时候，张宁一这个球也已经要发出来了，所以就是说双方这个张宁一最后这个出手呢，可能受到了点影响。挑起来，接杀放，这球罗成的过渡啊，被张宁一抓个正着。9-6。李瑞杀球得分，10-6。这样的话，湖北队呢拿到了男子双打这场比赛的成点。何焕斌杀，再杀。这球弹网没有过啊。扎在了网袋上，但是呢，这球没有过去。7-10。张宁一反拍啊，准备平推，结果这个球呢出现失误，8-10。刚刚那个推球啊，手腕上有一个加力的动作啊。漂亮。9-10。这比赛又有悬念了啊！现在81队连追了3分，从6-10追到了9-10。张宁一接发，何焕斌发球啊，偷一个后场。这样的话，湖北队呢还是11-9。张宁一呢和这个李瑞啊拿下了决胜局的比赛，从而以2-1呢战胜了81队的何焕斌和罗成。
总的比分啊，巴伊顿呢在第二循环的第一轮啊，大比分呢是3-2。